台南市长黄伟哲大啖夜市美食，台南不止小吃吸引人，现在更入选国家地理旅游杂志2024酷景点的名单之一。400年的历史，对于其他世界许多文明古都或者是古国来讲，我们还稍显得非常年轻。那但是呢，对于文化底蕴的一个坚持，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安平古堡老街都是旅客出访台南必去的景点。另外，像是日本人建设的武德殿，丰富的建筑呈现出台南的历史轨迹外，府城也与时俱进。台南是全世界，这个5纳米、3纳米可以商业量产，而且品质最好的地方。它既有文明古都的风貌，也有科技新都的风格，两者融合在一起，一点都没有违和。国家地理旅游杂志的酷名单有30个景点，而台湾只有台南入选。2024年将迎来台南400岁生日，在美食、历史文化、古迹及宗教的交织下，让台南更加耀眼。记者纵不倒。